朋友早安，今天是2022年10月5日星期三。今天与好朋友分享木荷堂。木荷堂日式食堂位于忠孝路196号，营业时间早上11点到下午2点，下午5点到晚上11点，星期一到星期四提早为4点半。销售项目有盖饭、冻饭、桃烧饭、蛋黄拉面、赞岐乌龙面等，价格在100元至190元之间。另外店内还有味噌汤和红茶，自由取用。今天我们点了唐扬鸡盖饭和泰辣鸡排盖饭，因为都是现做，需要稍加等候。好朋友有到忠孝路夜市，也可以列入参考名单哦。最后祝好朋友心想事成，平安健康，拜拜。